今天歌友会哦，我们有动物生肖的都可以参加。哎，部长，你跟说一次今天喂菜龟来哦。没有，因为啊，我们观光局，我们这个风管处啊，这个另类行销，现在这个可以说是一炮而红哦。龟山岛就是安心旅游最好的地方啊。那过去20年来哈，开放很多人还不知道。啊，所以透过这一次龟友会啊，寻龟大会啊，我也来参加啊，我们的这种另类行销啊，达到非常好的效果啊，现在几乎是每一天哦都满额，那欢迎大家哦，平假日都可以来。那希望菜龟怎么样啊？希望菜龟能够帮忙什么？哦，他就是做我们的行销，以后龟山岛的吉祥物啊。好，谢谢。来。好干净，水池口都没有。